下面有一个问题，台北永和吴居士他有两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他说他有烟瘾，断不掉也扶不住，他说我真的不想抽他了，如果抽他将来会障碍往生吗？净土五经一论里头啊，虽然没有说抽烟会障碍往生，没有这个说法，但是不抽比抽要好啊。现在我们都懂得抽烟伤害生理啊，会导致疾病，能够把它戒掉最好啊。你说你戒不掉也扶不住，这是你自己没有决心啊。有决心啊，确实可以能戒掉的。